个人认为此次广州展会最大的焦点在于，很多帖子问我在展会都拍了一些什么，抓紧出一期视频。我知道你们想看啥，可我绝不是一个俗人，我是奔着看鱼去的，所以我全程不是在看鱼，就是在看跟鱼有关的东西。首当其冲，龙鱼锦标赛拿下全场总冠军的这条红龙必定是个焦点。匀称的身形，血红的体色，霸气中不失优美，优美中略带风骚。可有一点咱们不能忽略，那就是人类会一直乐此不疲地追寻着各种新鲜事物。这不，各处组冠军凤凰龙。虽然网友对这条特别飘逸的红龙持各种看法，但从吸睛的程度来看，它做到了。由于它们对我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所以我选择用另一种美来填充自己。